说起沈月，可是娱乐圈少有的天然美女。当年演小美好时，大家就被沈月圈粉了。这么清秀的女生真的不多见啊。之前沈月给人的印象都是短发干净利落，就像校园女神。但是最近沈月改变了造型，留起了长发。今天沈月的一组长发杂志造型写真刷火爆全网。沈月挑战了黑色长发加后刘海的新造型，给人全新的感觉。这组造型刚刚发出不久，很快就到微博热搜，被长发披肩的沈月惊艳了。不得不说，之前没想过沈月可以驾驭长发，毕竟沈月之前主打的风格就是日系森女风种打短发系列，现在的长发造型多了一丝妩媚，可以说很美了。有一种整容叫沈月的长发，换个发型就等于换个风格，长发配刘海，这造型感觉长大成熟了很多。沈月的长发造型有没有惊艳到你呢？看到沈月新杂志造型，你心动了吗？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想说的，欢迎留言评论，点击关注。